可是当你真正在使用在涵盖到 3.5G 的系统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 3.5G 哦。3.5G， 你要看那个时间点，如果都没有人使用，在非常好的状况下，它最高的峰值会到 1.8 Mbps。对，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界面哦，它这个上面有档案的名称，那后面有档案的大小。那日本你会是哪一个？好，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10 Mbps 这个档案哦，直接来。